相声如此啊，嗯，各位，别的行业也是这样。您说哪行还这样啊？哪行啊？啊，国粹。哦，您说京剧？京剧。那梨园行也这样。梨园行也是这样。嗯，你不能千篇一律了。哦。但是过去行啊。过去。过去的时候，那会儿唱戏都是唱连台本戏。哦，是连着唱。这一出戏讲究的唱一星期，不、唱一个月。现在话叫连续剧了。哎，嗯，过去行，啊，现在行吗？现在没人追剧啊，对不对？嗯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对，节奏也加快了，啊，大伙儿有自己的工作，是该抢票的抢票，嗯、啊，该报的报，主要是抢票，是不是？没有人会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啊，这每天晚上都坐着听你唱戏，可不嘛。随着演变，现在一般就都是折子戏。哎，你给大伙儿科普一下，什么叫折子戏啊？把这一整出戏当中最精彩的地方拿出来给您表演。啊，就是最好看的地儿。哎，最好看的地儿，嗯，你就好比是锁麟囊吧。哦，锁麟囊一般京剧演员出去，大多数走学的都是唱锁麟囊、春秋亭这一折。因为这一折最经典，对，最脍炙人口，是，一般都是这样。举个例子吧，好比您看戏去了，可不，哎，可不能千篇一律了啊。哦，您往那一坐，看，大幕缓缓拉开，哦，开场了，你看得见吗？我废话，哪我看不见？头一出，来一出文戏啊？什么文戏呀？文昭关。哦，文戏开场，文戏开场，嗯，文戏下去，嗯，二一出换了，换成什么戏呢？武戏。这个是恶虎村。哦，这带武打。武戏下去，嗯，三一出又换了，换成什么呢？玩笑戏。这个呢？小放牛。啊，这搞笑又热闹。玩笑戏下去之后，四一出，上一出全本的色狼探母。对。这个戏你琢磨吧。你先琢磨，哎，越琢磨越无。你先不要探母了，越琢磨越美。色狼探母。四个呢？对。四郎不是四个色狼，知道吗？几郎？九郎。对，九郎探母。这母受得了受不了啊？这个，这九郎不能探，九郎探老板娘。九郎啊，没有九郎，四郎探母。四郎探母。杨四郎。杨四郎，你哥啊？你看，四哥。每一出都不一样，嗯，有文戏，有武戏，有玩笑戏，是观众穿插着听，哎，好玩。你可不能千篇一律，嗯，各位千篇一律就完了。不是，你要说咱相声，不是，这是咱们这个后场开场的学校，这京剧不这样。我觉得京剧要是给它统一用类型，也一样唱，观众一样爱听，行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京剧千篇一律，不是看抬杠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呀，啊，四出都是文戏，行吗？换试试啊，咱换换试试啊，只要统一就行了。行嘞，嗯，他说的啊，文戏专场，四出都是文戏，文戏专场，文戏专场。对，嗯，你上那看戏去了？走啊，往底下一坐。嘿，是特别兴奋啊！是，我这有票，哎，我这画的，他没看出来。这演出方得多傻呀！不验票，大幕缓缓拉开，这幕是这样的，你看，这幕是这样，大幕缓缓拉开，啊，背着也行，哎，头一出，好，头一出，乌盆记，哦，包公审案，文戏吧，包公戏啊，对，嗯，刘如昌，嗯，穿那大黑袍子，对，戴上盔头，对，站台上唱京剧，嗯，各位长，多帅。当干嘛呀？这是模仿一下唱京剧，这模仿不好成啊！这是模仿的，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哦。头一出下土匪别学，二一出，嗯，还是文戏。这什么文戏呀？什么文戏呀？不知道，问你呀。